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韩智恩。各位电玩宅速配的粉丝们，不知道大家是否看了这次刺客教条为经纪人最新的宣传影片了呢？如果没有跟到没有关系，今天就来带着大家一览雄伟的九世纪英格兰吧。上周四晚间 ，Ubisoft 发表了旗下知名 IP《刺客教条》游戏新作《刺客教条：为经纪人》的首支宣传影片。预告片上架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就登上了 YouTube 热门发烧影片，可见作品其魅力所在。本次游戏背景设定在九世纪的英格兰，玩家们将扮演强悍的维京劫掠者埃沃尔，带领族人一路从严酷的挪威海岸搭船来到英格兰，拓展自己的新领土。游戏中，玩家也能自由选择男性或是女性埃沃尔来担任主角游玩，且还可以使用自定工具来制定毛发、刺青、彩绘与装备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维京战士。本作也加入了政治联盟、战斗决策、招募部族以及制定聚落等多样化的游戏设定，来让玩家们体验极其丰富且不一样的刺客教条。游戏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于各大平台上释出，在那之前，电玩宅速配也会随时留意这款作品的相关消息。记得现在马上订阅我们频道，索取更多游戏情报。说不定到时本作正式上市时，又会有不少超棒的游戏周边可以送给各位哟。